都在按计划进行，目前没什么状况，昨晚应该就已经出南疆了。你还是留条后路吧，啊！别以为出了省就什么事都没了。谁知道公安局什么时候就联合办案？你们到了广西以后，广西公安厅一定会大力的配合你们。我们需要从分局刑警大队和治安中队。 抽调精干警力来参与这次行动。有没有被跟踪？没有，根本没人注意到我。那是晚上7点，在东大门市场前面接头。准时到。